威廉，威廉，看看我，看看我，是我。威廉，不行，两天没遇到他了，你可以走了吧。你们今天讲还被救出来呢？这个张明初嘞，就没有跳掉，下面都偶遇。马卡龙，开始行动。这已经成为事实了，你说什么也没有用。你要猜我家的招数，这是我不可能会接受的事情。你不准，你是不是？请住。是。我们先不管那个人是谁。 执行长还有万事长之间，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真正坏到骨子里的奸人，从外表看来比任何人都还要和善。老万就是这种狡猾的人。等一下，您答应我继续假扮执行长，我就答应你，无论如何保住你的老房子。你这么大幽默，我逮捕几遍去要假刀了。 你不要小看我，我一定会保住我们家的。就算你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也不考虑。你们在干嘛？